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是就是街头 street style 跟 fashion 已经不是在两个世界的世界，我觉得现在是两个是 combine 在一起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尤其是 denim 是一个在 fashion 上面也许有很多东西是会过时的，然后就是可能这一季这个 season 流行，可能下一季就不流行，各种颜色都有可能。可是我觉得 denim 不一样， denim 是一个永远不会退流行的百年不败款。对，比如说可能是裤子啊，或是裙子啊，或者是牛仔外套，是你觉得女生搭在身上超有魅力。我应该还是会选裤子，裤子。对，然后适合自己身形的款式，意思就是可以把你的魅力表现出来的意思。对对。